如今洛阳城中如鬼城一般，无论官员还是老百姓，都被那个老妖怪变成了枯木树怪。如今安家起兵造反，厉某就想广纳有闲之士，守我国疆，振我国威。尽量低调行事，小心谨慎便好。我们的目标是洛阳城。 大人，快跑！到底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安家大军已经蓄势待发，而上师的枯木军团什么时候组建完毕？祝安家统一大业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若他与安家勾结，长安城乃至全天下的百姓恐遭灭顶之灾啊！安家大公子。 叶真真，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，没有舍哪有得？我们要做大事，不能瞻前顾后，无人能够阻止我的千秋大业。